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哪一些细节我还这里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visible 的一处，这里我把它设一个中断点停一下哦啊，这个有什么差别？我把它跑一下。如果你希望呢城市哦跑一跑呢停住的话，其实有个方法我蛮常用，就是设中断点。什么叫中断点？就是城市跑到这里啊，因为我这个地方不知道，我想要让它停住，然后呢，我希望逐行来看它执行的效果的话，那你是可以设一个中断点。那如果你要让这个中断点取消，就再按一下，它就取消了。OK，这个还蛮好用的哦。那你就可以直接执行，它会怎么样？停在这里了，有没有？黄色的话呢，表示说这个时候呢，它还没有执行到这一行。那你要让它怎么往下执行？你只要记得有个快速键哦，叫 F8，有没有？逐行啊，逐行就跑下一行。F，我们这边好像要按方旋键吧，哈，F8。F8